大家好啊，今日睇男装嘅英辣格啊，攞咗成盘出嚟啊！表面睇咧就全部都系金钢啊，但系咧只只咧都好有唔同嘅特色嘅，尤其是咧系标盘嘅设计啊，咁啊逐只同你睇下啦。嗱，表嘅大细咧都系适中啦，都系男装 size 啦，即系38去到41.2啦。价钱咧最平嗰只系9000蚊，而最贵嗰只咧系24000蚊。嗱，你而家见到呢只咧就系好典型嘅英辣格做法啦，中间个圈咧有唔同嘅刮坑纹啦，然之后都系一啲大嘅罗马字12啦，同埋挑字宝石嘅设计。高价版本的 Elite 系列啊，小妙针。英辣格嗰阵时嘅设计咧，全部咧基本上都是透底的，如果找密底嘅咧，反而是非常难找啊。嗱，呢只亦都系啦，金鋼嘅做法，但系個圈就唔係全部導曬金嘅，而係佢有唔同嘅段數啊，係做咗導金嘅啫。然之後中間個圈咧有唔同嘅即係壓花紋啦，然之後側邊咧都係點條字嘅做法，呢全部都係寫字喎咁樣。嗱，如果貴價一啲版本咧，佢會喺個盤度咧寫住 diamonds 嘅，即係話佢嘅即係寫字咧係用咗一個天然嘅真嘅鑽石嘅。哇！呢只中間嗰個坑紋有啲不規則喎，咁我而家兩隻拍埋俾你睇下啦，咁啊差唔多型格啦，雖然個殼有啲唔同。我看到呢兩隻個盤都有 diamonds 嘅，咁啊呢只咧右邊呢只咧就寫住 kilometer 天文台級數啊。咁跟住睇下呢只就簡單啲啦，就中間咧就直條紋啦，側邊咧就印咗啲羅馬字啦。哇！呢只好厲害啊，個原因咧就係個殼形嘅設計啊。主要的標殼一個圓餅形啦，就冇腳嘅，咁啊中間扣住咧，我覺得有少少咧似即係 Omega 嘅 Lady Matic 嘅設計。咁但係當然呢只係男裝啦，咁中間圈嘅部分咧就用咗一個即係放射出嚟嘅刮坑紋啦，然之後側邊咧係有寫嘅喎個外圈。嚟緊呢只咧個外圈係特別啦，一隻細雅嘅水泡圈啦。並且佢中間嘅真係隻隻唔同啊！中間嗰個圈咧，真係同一個系列都係隻隻唔同變化嘅嗰、那個咁嘅坑紋嘅設計，即係可以話係冇一隻係相同嘅。嗱，呢隻又唔同啦，你見到好似一個風車咁樣出嚟，雖然係皮帶接扣。嗱，試下拍埋兩隻俾你對比一下先。嗱，呢只同呢只我都覺得 OK， 因為主要咧係欣賞個圈圈啊，有唔同嘅花紋造型。對英辣格或者其他款式英辣格有興趣嘅朋友，快啲 WhatsApp 呢個電話。